Hello， 欢迎来到牛奶大挑战，我是小爱，我最爱喝牛奶了。但是听说今天的魔王很好笑，我好害怕哦，因为我不想被打屁股。但是为了牛奶，我还是会加油的，耶、yeah! ！来。很犀利，我下次不敢了。Mm-hmm.